没错，我又失眠了。现在是下午6点，快6点，因为是凌晨1点的班，所以通常睡觉时间我都会排在3、4、5、6点。但因为最近整体的状况，所以我会让自己早点躺在床上。那今天，因为上班时间会提前到12点，所以我是安排自己3点以前我就要躺在床上睡一觉。但好像到现在为止睡了1个多小时，还是不到，我有点不确定。而且其实我很累，我眼睛好酸，可是脑袋一直在运转，在一直想事情。然后我没有办法睡觉，失眠 ing。 不知道要几天，已经第5天了，好累，我的脑袋真的很，脑袋会一直动耶，休息一下，拜托。好，就这样，继续各位，记录一下失眠的样子。